他要去沈阳，9号、7号、9号，我们一块儿去信阳，就是去团建。他回来呗。嗯。十号当天没有事。中、嗯。十号。十号端午呢。中、嗯。十号呗。到时候过节了、嗯，小聚一个。可以。这个有了吧？啊，这还有了，这还有了。老外挺有意思，我接触几个老外，一说喝酒 ，no no no no， 意思中国人。